主席、各位委员同仁、各位列席的政府官员，请何处长。请何处长。何处长，你家己人吼？哎，我家己人，你家己人。细号，我像是住伫六卡乡迄附近。大埔子。埔子。埔子，埔子。对，迄家拢住细号吼。啊，真荣幸的有这类乡亲哦，做个遐尼大。啊，那个鲍委员，你还是我学长。嗯，非常尊敬的学长。多谢。这个张，这个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文章哈、哦，那是专家学者投稿的啦，不是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，也不是 New York Times 的社论。这个作家哈、哦，有主张讲，这个美国甲中国买一点一四条的这个国债哈、哦，这个若准讲中国会当取消。啊！美国答应要无要卖武器，和台湾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即马阁你啊解说一下，一点一四条吼、哦，就是等于咱三十五条的这个代票，就等于咱国家的预算的二十几档啦。咱国家预算大概一点六条吼、哦嗯。啊，这个无要卖武器和台湾，就是台湾这武器。就怎啊用啊了，就准拄好呀吼、哦。所以这武器十当二十当后，就变歹当古下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美国无买无武器哦，台湾，台湾就无法度那个自卫，到尾啊就爱投降啊吼、哦。所以就是建议讲，这个中国用这个三十五条来买咱台湾啦。啊！美国就是用三十五条的代票要甲卖台湾和中国。嗯，这你的看法安怎？那个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，吼，因这个学者，因当然有自由，你要哪讲也使啊。但是有可能做会到无？不可能。来，咱台湾敢去人决定袂使？不可能嘛？还是靠咱家己啊？咱家台湾的。这个也命运，咱家己台湾家己决定啊。好，这哈、哦，这我解说一下啦哈。呀、yeah. ，这个美国台湾管理法有规定讲，美国爱继续卖防卫性的武器给台湾。即嘛呢，奥巴马呐讲决定讲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哈，以此违背台湾管理法。即嘛，这个共和党。在众议院有多数哈？共和党咧，在众议院在当个坦克，这个奥巴马，这是法律上的问题哈。即马为政治上的问题呢？较早1949年，杜鲁门咧执政的是民主党去失去中国大陆啦。即马奥巴马执政，佮民主党佮失去这个台湾哈。就是讲，这个台湾甲中国拢伫民主党咧执政的状况下无去啦，所以这个民主党吼、哦，伫美国的政治会受真大的这个冲击啦，甲损害。所以我也无相信讲，这个奥巴马敢用一点一四条用台湾甲卖予中国。那安尼民主党啊，伫美国的民意内底，就番去解说。至于讲，若讲即款代志发生，即、這个台湾吼、哦，爱举行即个公民投票啦，和台湾人民来决定，讲你是毋是愿意接受美国甲中国即款安排，用中国要交用台湾交中国杀做对啦。哦，但这有一点哦。有一点吼、哦，你马英九伫四当前讲台湾前途的决定要有2300万人来决定啦。伊即马讲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讲咱包括这个中国大陆，就是讲台湾前途不是
2300万人来决定，含伊13亿个中国人也爱做咧投票来决定啦。那安尼未成投票，你嘛知影讲台湾完蛋啦。迄13亿遐济变哪投，咱就嘛知影。所以这个骂是乱讲呢。四当前，可能讲2300万人来投票决定台湾前途，起码讲13亿个人啊，会当男女做伙投，所以你骂是骗票，是骗票，这一点。第二点哦，这个公投，人拢叫我蔡公投啦吼、哦。这个公投哦，即卖是鸟笼树的公投啦。公投法，公投若要通过吼、哦，爱伫这个选举人半数以上。诶，这个同意才会使啦。这过去六遍的公投吼，上悬拢600几万票呢，啊，半数是要800几万票呢。所以讲这个，甚至讲要有2300万人来公投决定吼，伫即卖公投法的规定吼，也绝对不可能通过啦。吼。所以若讲要公投，爱先修改这个公投法，这个门槛是全世界上悬的啦。恁这个马英九吼，伫这个10月16日以前，民调拢赢这个小英啦。但是10月17日了吼，伊讲要和平协议就开始下降，即马讲要用公投来决定和平下。协议哦，更下降。啊，这个小英去甲讲，若要公投，先爱修改这个公投法。小英的民调从啊上升了，所以即马两个人哦，就从啊变讲50-50。这不管哪些个绿色的媒体，拢安尼报道啦。那今仔投票，什么人也真歹决定啦。所以这个马英九。讲要用2300万人来公投，起码若要公投，是中国大陆13亿拢未使投，并且爱阁先修改这个门槛啦、啊，哦，公投法通过的门槛，你的看法是安怎？报告员，有关于刚刚提到的话，是说有关于我们台湾的事务的话，只有我们。国人可以做决定，别人无多啦。因为他有可能讲，甲咱出面不可能。我相信咱台湾不是个老百姓讲会同意这种讲法，不可能嘛。咱家己决定，他有可能啥物人被咱出面，咱家己主人啊。每一个人，咱国民党是主人，那他有可能讲出面不可能的代志啦。那有关这个公投的事情的话，那个委员你是专家，那个大院来决定。我不在这边发表任何意见。那大院决定就好了。那大家如果是可以，大院可以注定这个公投的话，怎么注定的话，我们非常尊重这个大院的决定啊，我无意见。好啦，你假头路人，假头路人，假头路人，讲安尼已经真晚啦。哇，多谢。对吧？